历史上谁跑得最快？曹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超人为什么穿紧身衣？因为救人要紧。哪个水果最老实？芭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实芭蕉啊。什么植物和动物最像鸡？树和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树马像鸡。金木水火土，谁的腿最长？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火腿长啊。狐狸为什么经常摔跤？因为狐狸狡猾。什么海没有边境？苦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苦海无边。油盐酱醋，谁最有时间？吃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盐很咸。什么动物可以贴墙上？海豹。老师教的。你听到的。考试考的。你知道的。防沉迷升级后，部分家长的反应。家长们，我们胜利了！游戏公司终于在我们的团结下认怂了。游戏公司，你想多了，我们就是想让你知道知道，你自己不好好教育，你家孩子不玩游戏，学习该啥样还是啥样。一般朋友，你快去看，我刚才艾特你个视频。行，我这就去看。超级无敌好朋友，你快去看，我刚才艾，你能不能别艾特了？我一打开手机，那么一排全你艾特的，咋的？你长里边了？小时候最开心的瞬间。哎呀，儿子，快起来了！我把钱吃完了，没时间给你做早饭了，拿5块钱给你买早饭啊。记得买有营养的东西吃，太难了，给我了。哇，大娘，这一桶银元了。这是当天有体育课时的你吗？哎呀，今天有体育，就这三节课就好了。哦，太好了，终于等了两节课了，再等一节就能上体育了。啊，同学们，今天我考试，下节体育课我上了，这还是我教的，这课我当不上你就完了。王者匹配几只？欢迎来到王者峡谷，这是我们新出的一款皮肤，少干。哎呀，老子忙着晋级呢，没空理你。哦，渡劫就是这边起。演员就位，安排一输一赢，循环一天。部分家长的错觉：玩手机，眼睛会瞎；看电视，眼睛会瞎；看一宿书，眼睛就没事儿。妈妈头疼，你气的；妈妈腰疼，你气的；妈妈脖子疼，你气的；妈妈牙疼，你气的。妈妈生气都是你气的。不同游戏老玩家带新手。哎，新手啊，我今天刚下的啊。哎，你看那个49块吗？嗯，他很友好，你去打他，打他就49，救完就给你抱好桌面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你给我站那儿。哎呢，嗯，你才白金，我手游的大师了，你还手你哪有脸玩啊？我要是你啊，太菜，可别玩了。不要离开家里眼睛。哎，你才五级啊？啊，我新手。哎个小知识，你捐过粑粑吗？每捐一次可以获得500元左右的营养补贴，医生能从粑粑中提取肠道菌群，移植到病人体内，可以治疗某些特定疾病。有人甚至通过粑粑捐献年入80,000，有没有感觉这几十年拉了一辆保时捷？关注我，懂更多。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下塔进来人了，防下塔，防下塔，放下谁？塔。你说什么塔？防下塔。别说了，放不下。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。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。假如你能把游戏里的一样东西带到现实，那我肯定带复活甲呀，这样我谁也不怕。我会把火桃带出来。那还用想吗？谁会拒绝一件可以让你飞的斗篷啊？那我肯定带命令方块呀，以后我的世界我说了算。各游戏的高空掉落操作，我有斗篷，我有降落伞，我有翅膀，我有扫帚，我可以下落攻击，我有水。
什么情况？怎么到我这就停电了？我是作者哎，真是搞笑。哎，不拍了不拍了。冬奥会食堂，呀西本没有我们家乡菜的爽，根本没法吃的爽。Bug， 你的家乡菜的在北寮区小菜区的干活。哎西本，呀西本终于没有人了啥，可以偷偷开学了啥。呀西，哎西本。有一天。呀西，好意思的是呢，爸爸的爸爸的。你的过来打扫一下的干活。呀西本，凭什么你说？那你不是保洁员的干活？我看你擦临江台擦得可起劲的是呢。食堂的反击。呀西本，饭菜太难吃了嗦，你们这是怎么招待客人的嗦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这得马上给你们换位符合你们口味的厨师。为什么上学五天，放假却只有两天？真希望能翻过来，假期能无限，最好不用写作业，完了明看动画片，手机电脑和平板一玩一整天，零食缺点三满到吃不完，玩具花钱无尽的零花钱，这才是小朋友该有的童年。梦了，起床，赶快去上学。小时候是怎么和我妈看电视的？方国轩，现在已经七点半了啊！今天电视看到八点，准时睡觉，听见没？行了吗？到点我就去睡觉。哎呀，几点了？我的妈呀，八点多了，我妈好像没发现，反正她也不知道。那我就再看一会儿。不会吧？而且他俩正在。呀，都这个点了，你怎么还不去睡觉呢？啊，哎呀妈呀，都这么晚了，那我去睡觉了好吗？我和小乌龟的故事。一只千年乌龟辛苦修炼来到人世间，遨游几千公里终于上岸一条小河边，一位帅气小伙在岸边将他发现，那么美丽的爱情故事从这里开始遇见。小伙对他细心照料，给他温暖一个家，隔三差五还能给他喂点我哈哈，日子久了以后感情越发的浓烈，他对小伙子的爱慕想要得到宣泄。但是修炼千年毕竟没有沟通的语言，正在苦恼的他一位巫师出现在眼前，巫师告诉他喝下这杯冰糖柠檬水，这本自个儿学完以后就能张开你的嘴，但是喝完以后会损失坚硬的外壳，而且寿命也会缩短，这我可不负责。乌龟毅然决定享受这份短暂的快乐，终于套在一阵温暖中，等到这一刻。哎，啥开了啥开了，我一边开干了开干了，下边找点长台进去。轩哥给我们讲讲 MC 的冷知识吧。不讲了，没人给我点赞。你要再讲一期，我让全班同学给你点赞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在下界是不能睡觉的，因为下界没有时间，没有昼夜交替。如果玩家在地狱放置床之后，然后点击床睡觉的话，床会爆炸，并且在周围生成火焰，玩家很容易就嗝屁。我给你们示范一下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我们只需要连续喝上五瓶抗火药水，一定要连续喝，不能断开哟。这个时候就可以睡觉了，是不是很方便？一个字，绝。众所又周知，在下界堡垒中经常会碰到这种类似水井一样的建筑，也没什么用。其实这是个下界密室通道，里面的物资非常的丰富，咱们直接下去看看吧。哦，里面有四个凋零头，还有四个箱子，我们打开看看。哎，有一个下界之星，还有烈焰棒，八个钻石，这里还有骨块、金胸甲、重生卯、钻石块、金块，还有合金碎片以及炼棒。哎，不错不错，收很多。众所又周知，除了下界堡垒，还有这种竹林堡垒，这里面也是肥的流油，当然也非常的危险。你当着他的面去开宝箱的话，他会毫不留情的攻击你。我们只需要丢给他黄金块，然后你再去开宝箱，他也会装作视而不见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安全地拿到箱子里的装备了。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讲完了，别忘了让你全班同学给我点赞哟，拜拜。嘿嘿，兄弟们，轩哥今天带大家来看看未来的 MC。
这个呢就是未来 MC 里的水，清澈透明，比我家自来水还干净，使刘也非常的丝滑顺畅。看到如此真实的水，牛顿都露出了快乐的笑容。再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水，哎我去，这啥也不是。再来看看未来 MC 里的水，哎我去，这水花都起泡沫了都。兄弟们，我感觉这水真的不能再真实了。兄弟们，接下来再看看未来 MC 里的岩浆，好吧。兄弟们，你们看看这岩浆如此真实，冒着大烟，我感觉我的天哪，刚刚电脑出问题了啊。兄弟们还不快给轩哥点个赞，评论一下，哪怕评论一个点都可以啊。接下来再看看未来的岩浆直接从栅栏缝里流下来了，太真实了呀。兄弟们，牛顿看了都直呼内行呀。再来看看我们现在的岩浆，明明有这么大的缝隙它就是不流下来，我去，牛顿都看哭了呀。兄弟们，再看看未来 MC 里的沙粒，咱们从上面放一块沙粒掉下来后，火直接变成一盘散沙，而且细节做得非常到位啊，旁边还有很多小沙粒掉下来。看看我们现在的沙粒从上面掉下来啥变化都没有，牛顿现在的表情是你们表情包里最痛苦的表情，快发出来看看吧。再看看这沙子，哎我去，兄弟们太真实太科学了呀。然而我们现在的沙子在未来 MC 里，我们只需要把沙子和沙粒放在一起，接下来呢我们拉动拉杆，看好了啊，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。再看看现在的 MC 就是啥也不是。最后呢祝我们 MC 越来越好，此生无悔路 MC， 下一句